你去这儿，我直接右边坐眼儿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我们在这儿看着啊。你们怎么不占位呢？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女警中单啊，啥意思啊？妮蔻掉线了，下路潘森一个人啊，我靠，打不溜，放个眼儿。再打吧溜，打吧溜，不可能让这潘森进得了身儿，知道吧？再打吧妞，再打吧妞，甩扣，打吧溜，等我们有意了就好了。现在没有意，那潘森没办法打着。First blood， 저를처치했습니다加血了吗？啊，女警加血了，传火 ，Q 中，我有药。能打死不？漂亮！Nice， 双杀！回家，小黄毛行啊，那必须得行啊，那女警配潘森也没伤害呀、啊、这俩人呢、啊、没有虚区呀、啊、一点点虚区也抹得呀、啊、太
他要配个卡莎啥的，我们刚才闪一手可能还能行。配个女警，他闪现做我都没有用。我踩个夹，火了。再见哟！哇操！给我打死他！漂亮小黄毛！伏笔啊，他杀我交闪现只是伏笔，你可打不过他。来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偷一个潘森啊，进草丛偷他一手。小傻瓜还在这补刀，你给我死，靠。哎呀，真难呐，他还生了，关键是你知道吧。阿古尼他也死了，那潘森怎么来的那么快呢？比我快的有点多呀，这潘森。这边在草丛里边等一波。那边女警塔下，我们得杀。阿古尼塔内斯，저기합산중입니다。네마지막너의존재를말해주는配合的不是很好，说实话，他上的有点快了，怎么能是我害人精呢？他点的信号让我们上的，怎么我们害人精呢？那四个人都得越塔呀，只不过他上的快了，他扛塔了，他得让我扛啊，他先扛就不行了。
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武术还攀升。 全死了，二换三可以接受。先来个蓝林汉的苦楚，再来个冰杖，这人也太多了。 我们往上路靠一波啊，看看能不能帮一波的船长。跳弹。 崩死他！屁用没有！哎呀！ 怎么伤害那么低？那没装备可不伤害低，一些塔都没了。<咳>那赵信从头到尾没看见个人。<咳> 哎呦！野区有点烂了。 되고 있습니다. 你他妈没完了是吧？你妈的还一直在这越塔。 还推呀？不行，算了吧，我的哥，他跑得好快呀！我就说别推。Double kill.
地图全黑，你可真七号辅助。哎呦我天哪，大哥呀，那地图黑不黑的，那我也不能自己做视野吧。我一共就三个眼儿，我还都放了，那你想我放多少个眼儿啊？俺们家地图黑不黑，那打野不跟我走，我上哪做视野去啊？我要是玩个牛头，他绝对不会喷我，你拉倒吧，我就玩啥他都喷。别老在那双标了，行吗？能看就看，不能看就拉倒，我就是这么个心态。死了说你送，队友死了说你带节奏，别推了，别推了。地图黑说你不做视野，那不就这么几个玩了吗？还能会啥？你是？有点快呀，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저기앞산중입니다这野区真是长草了，我靠，全是眼儿。
没有人带针眼儿就没有视野。别推中了，推不下来，兄弟。一会儿潘森飞你，你咋办啊？啊？漂亮。厉害呀，小黄毛！等我给你整个冰杖啊！谢谢欧欧欧文大哥的飞机。不过没用，那赵信是个白痴，船长是个傻子，左一没有用，没有用，赢不了，靠一个人没法赢，靠两个人没法赢。他们家三条龙，你看他赵信，妈的22分钟啥也没干，1-7下路一次没看见过，这人去哪了？去别的路了？去别的路，别的路咋样啊？别的路364265，哎，很难搞，相当难搞了。这野区没有视野，小龙根本没法拿。小龙不拿，谁能往前探呢？只能我们往前探。给你套了个虚弱，我的好兄弟。咋了？没了。不是我们家挡不挡得住那拉尔变不变大，那打野是个傻子，没办法，不好好玩，玩的贼鸡巴菜，菜了就心态爆炸，心态爆炸以后吧，就开始单带，不好好玩，所以很难打。不是后不后期的问题，没有后期。谢谢红鲤鱼、绿鲤鱼、驴。虽然那船长没什么用，但最起码人家好好玩，他能有点用。这赵信整个就一傻子，
所以很难。包女满书没满书，我们杀过他。我靠，换弹你！你有虚区吗？哎呀！1250。这小黄毛简直太难了，简直是太难了。小黄毛好难啊，队友呢？救一下队友呢？队友呢？队友救一下啊！队友呢？这辣儿怎么跑那么快呀？很难玩 AD， 人家没队友，没法玩。你看，一个人。一个人太难了。左边放个眼儿，那得能 poke 到啊，没 poke 到不行啊。来 RW 溜打一套，一下好右啊，来个钉吧，下边打包团战。哎，钉个屁也不钉了，出法穿，没有法穿打不动的拉尔，打得不掉血，17级。你们赶紧去追着赵信，我可不管。不掉血呀！
太他妈狠了。战神，对面潘森好像人没了，是吧？那可以，那可以干上他一干。如果对面少一个人，我们家赵信虽然是个废物，但最起码他算个人。没了的话可以打，开闭。潘森人没了，算人吗？算人呐，算人。来插个眼，因为我们家 AD 厉害，我们家 AD 厉害，那辣耳其实也就是右一点，没啥伤害，伤害不高。把女姐杀了，漂亮，一换一就不亏。可以赢，团长来，小黄毛跟人换不死，小黄毛是不能死的。小黄毛不能打得太猛，净放屁！那潘森十七级哪挂机了？净扯犊子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打死他！杀拉尔！好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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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守护雅典娜，可以拿下。大龙能不能？我们正好三路复活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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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试试。我觉得，虽然我们家赵信是个傻子，不一定能拼得过惩戒。哎，潘森挂机了。得，团长咋不给大呢？能打。怎么死的啊？GG。妈得了。潘森已被毙呀！我跟你说啊，如果这个船长这一把给我打上路，他滚去辅助，我们可能还有的希望。但是他不给我打上路，我们没有打野的话是必输。